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罢休？锦若，快回慈安寺。 你那日与我说的，是真情还是假意？一字一句，皆为肺腑。既如此，便好。你同我夫妻多年，这些年的债，我总算还清了。从今日开始。 我是马锦若，王朝的晋民长公主。我与你夫妻之情，恩断义绝。我后悔没有听皇兄的话，一时心软放过了你。既然你要回我马氏江山，我便为皇兄殉葬。 我要让你知道何为丧亲之痛，锦若，母亲，阿武。 阿武，热水来了，快来拿热水。